跟一念淡处跟回光一照，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哦。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一肯肯定哦，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不再疑惑，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老居士行三文性，嗯，不敢当。一文性，哎，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嗯，今有机会请到银英老人啊，到我们寺里来为大家开示。银英老居士呢，他本名李宗林老居士。寡名严英，他是西元1905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他今年是92岁高寿。大家看他像不像老师？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他的诗人都敬称他为严英老人。那老居士呢？早年他毕业于上海复江大学，他一生未婚。潜心佛门修正啊，19岁的时候呢，研习天台教观并重，既修净土念佛，然后也修禅参禅，最后以密圣修心中心密法及大圆满啊。大家大概还记得去年啊，习老师常在这边讲《金刚经》。圆英老居士就是习老师的大师兄，也是信中心的第三代传人。老居士倡导禅门正法演道，破邪显正，为破邪开示正见，直指心性。近年来老居士更是沿走遍大江南北，苦口婆心说禅说密。大陆很多学人因为老师的开示而修心中心密法，而能够离心见性，不是以起诉。所以年初呢，老居士因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邀请，他这中间费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终于能够从啊大陆来这边跟大家结缘见面，实在是很难得。所以希望今天呢，大家能够啊。好好的听老师的开示，也许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有问题也请大家多发问。就这样，谢谢。朱大山之时讲的开示是不敢当，学人对于佛学一知半解也没有，只好说是和大家来学习学习。讲到佛法本来无话可说，因为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凡有言说皆无实义。佛说以黄易之小而体，是法无定法，就是说等于是应病与药，生什么病吃什么药没一定，所以对症的药都是良药，所以所有各种法门都是一律平等无有高下。
最近时期环境，这个众生根基比较恶劣，业障增重，身中之故，这个根基就比较差，所以修佛法看来还是以净土最为恰当，七离七寂是最适合众生修正得度的一个妙法。净土中非常便宜便当，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说三藏十二部经文都包括在内，一切中都可以包含藏在内，所以是三根菩萨八教云干的好法。可惜现在有些净土中人没有好好的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的持得就圣号，在大陆就传上一个很不好的话说，叫大家都不要用功，说三心念佛待业往生，就是我们一面念句圣号阿弥陀佛，一面可以动脑筋想什么念头，讲什么废话可以把业障带去到西方。假如这么便当，莲池大师不会在他桌上随便你说，念佛再多生气再少何哎？为什么念佛人很多生到西方去的不多呢？是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念佛心不痛其故，念佛的心不是虔诚，不是真心实意的，不是真为生死的，恳恳切切的念这句佛号，而是敷敷衍衍马马虎虎有口无心。所以憨山大师说，可怜迷头心散乱，喊破喉咙一突然，你心里乱七八糟的，嘴里念句佛号，喉咙喊破也没用。所以大陆现在有这个不好的话，所以散心念佛得以往生。我到美国各地方走了一圈，都没听到有这个话，只逐渐在美国这地方很好，大家对于念佛都诚心诚意的，没像大陆两说散心念佛都是专心致志念佛，这是一个可惜现象。大陆现在还传更不好的话，除了散心念佛之外，还说只要我们相信阿弥陀佛，我们不念佛临死时也可以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一传一好，佛号都不要念了，一个还好有散心念佛，一个散心念佛也不需要啊。所以就乱传，把这佛法就破坏了，他以为是找到窍门了啊，哎，可以不用修行了。但是我们说，不问你禅宗净土密法都要好好用功，不好好用功啊，光靠他力没有自力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平常说，不进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我们念佛也要好好的念，像憨山大师教导我们说，念佛如替众车上山，要尽力追顶，一句接一句，一字连一字，字字清算，那样子才得力。子不禅师说，我们念佛是不是能往生西方，自己可以检查。在什么地方检查呢？
这两头取证，一头就是顺境头，顺地的时候，一头就是逆境，就不顺利的时候。顺境的时候你高兴喜欢不得了，念佛之心往了老后去了，丢到老后去了，是没有这个复念当前。逆境当前你的烦恼光火不得了，那个复念也没有了啊，因为这两头你都坐不得住了，跟境界跑了，那么你命中时就很危险，这个正念就提不起，因为你命中时四大分散非常痛苦，四大分散时尤其是风大分散，风大分散那个身体啊就像刀一层挂掉一层，一层挂掉一层，非常痛苦，所以人都昏迷不醒。那时候你还有佛号提得起吗？所以说要现在好好用功。释迦佛教导我们要这次名号，若一日二日来日七日一心不乱，这次名号，这就是抓得紧，此是锲而不舍，就是佛号与我的心契合了一块儿，不分心佛有两分，心和佛打成一片，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是契合一致，所以这样才能够一日到七日就自始至终说无心可乱，一心就是无心，心都没有了还怎么会乱呢？所以一心不乱，这个是我们念佛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很多人现在念佛以为是不要念佛三昧啊，我们不要三昧，因为我们往生是依靠他力，就是依靠阿弥陀佛接引生息，不是靠自己，殊不知要有他力去，需要有自力，自己的力量没有，完全依仗他力，那就依仗不到。我们看世界的事情来比，世界的事依靠他人帮忙，自己要有相当的力量，自己一点本事也没有，依靠别人给你帮忙去做成功吗？也做不成功。所以事法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事法，事法如此，佛法何尝不如此呢？所以要依靠他力者，一定自己要有相当力量，就是虔心诚意的念这句佛号。印光大师曾经讲过念佛三昧，讲过这篇文章，就是教我们念佛要尽力提思，提是聚精会神把这个符号提在心中，思是思破，所以念佛时要得参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是从何地出来的，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啊？这念佛的是谁的？你们看起来这像是参话头，其实净土中就是禅宗，印光大师曾经这样说，要常常的参就参就，所以还把思破，思破者就是真正念佛念到无可念处，念佛的心本来是妄心，妄心不动的时候这个符号就念不出来了，能念之心所念的符号也是脱落，那就是识破了。他还咱举几个例子，说我们念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体就真如妙体，如修热动身光存万象，其体也就是要
向一路西城终身苦行，就一边说我们佛经题一样都没有，就一路西城终身苦行，他的用其用啊，像太阳朗照大千，光腾万象。所以我们真如佛性，就是这样子的妙体妙用，就是用念佛就可以证道。在净土中呢，也很普遍的一句话：“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功，这句符号念得好，念得妄心断掉，符号脱掉，我们的心花就是我们的这个胸腔的肉转心，它会开。我们的心就像个莲花一样，没开的时候像莲花，上面尖，下面圆圆，没开啊、哦。是用心表示莲花的，一表示形象，二表示它的体性。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我们这个心虽然在是这个娑婆世界，一切烦恼当中，它也是不染。所以只要我们心念佛的空净，这花它就会开一分。我们的心在两种情形下开，一种就在入三昧入定的时候，它能开一分，所以我们见到一份光明，开得大，见得光，光明大。第二种情形，就是在我们断气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一吐落下去了，戳到这个心包了边上的死穴，这个穴道，那么我们的心就开了，第八识就走了。所以第八识是最后走，所以法相中说去后来先做主公，去是最后，第八识来是最先来，所以第八识他就走了，这个心就开开来了。所以我们住得好，这个心马开佛，见到我们的自信佛，花开见佛就见自信佛，这个自信佛就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和我们自信佛是一样，是千佛万佛共一体，没有两样，就像一定灯光，光光相思交缠无外。所以见到这个自信佛就是见了阿弥陀佛。所以这句话就教我们做功夫做得好，当下就能够开开来见到本性，说心里清净了，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弥陀经》里有若净身、若一身、若当身，就说我们生西方并不是一定要死下来生啊，现在也可以生，当下也可以生，就看我们怎么用功夫。所以念佛三昧正道了，它就是禅宗，它就是密宗。因为密宗也就是要靠深刻意三昧加持，打开秘密宝藏叫密宗。我们净土中念句符号就等于持咒，打开我们自性的本性，就打开秘密宝藏。修法时我们用深刻的三昧加持，所以我们都是辅助而助，脚不动了，手就法界定印，手不动了，手脚不动，这个整个身体就不大动，这个生命。口念符号不停，那叫口密。所以不能念佛的时候讲废话，在大陆就很不好，一面念两句符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面就讲废话。张家长李家短，媳妇儿怎么不好，女儿怎么好啊，就这样子乱讲，这个心还能一致吗？所以就是不是一心念佛。
说要可避，就念佛号不停，要念到妄想断住，要念念不出来了，那才正好。到这个时候，往往有人害怕，哎呀，我怎么没有念呢？佛号没有了，佛号脱掉了，我离开佛了，哎呀，我要落空了吧。所以这才不知道，这时候正好是心佛道交打成一片的时候，他不知道害怕，一害怕又退回来了，本来已经很好，走进去了又散昧了。所以我念佛号要知道，得到这个境界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净土宗就是禅宗，他见到本性打开来，这不是就是禅宗所说的正法眼障妙涅槃妙心吗？不就是密宗所打开的秘密宝藏，见到你秘密宝了吗？所以净土宗和禅宗密宗完全一样，没有两样。讲到禅宗，那是更好的宗，因为这些其他的宗啊都不免在外面兜兜圈子，只有禅宗是直下见性的，就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一点圈子不要兜，是叫单身王子，就皇帝家生出来的太子一定是要继位做皇帝，就一定能成佛的。可惜现在我们末法时代人根基肉力，禅宗的祖师因为看我根基不好，就不用资质了，就教我们参话头了，因为资质教你见性你不相信，你以为见性就这么便当容易吗？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大家的佛性不在外面，时时在我们密门放光，我们能见能闻能说能做事能走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你看佛性就不能动，我们看见东西就是佛性的妙用。现在科学家说我们看见东西不是眼睛，是我们大脑的视神经作用，大脑视神经不好坏了，你眼睛好也看不见东西。他们是查到根子上了，是的，视神经是起大作用，但是他说对了一半。为什么呢？大脑视神经相当于电线，我们的眼睛相当于电灯泡，电线拿好电灯泡装好，不通电灯还是不亮。所以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断气了，我们大脑还在，眼睛还在，但是那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就是佛性离开你了，就断了电了，所以你看不见了。所以佛性就等于电，电是无相，你看不见，通过电灯泡亮了，你接到电了。所以我们现在啊能看见东西，实在是佛性的妙用。所以释迦佛在腊月初八一睹明心就悟道，他怎么悟道呢？星空离开我这远呢，我能看见这个星星吗？这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佛性的妙用啊！因为世间的一切相都是我们佛性所显现的，都是我们佛性所变化的，所以离开佛性这一切都没有。现在我能看见这些都是佛性的妙用，那么一些众生都和佛一样啊，都能见能闻啊，他们都有这个佛性咯，他们怎么不知道呢？好，一切众生虽然有和佛一样的智慧德相，
但是因为颠倒妄想之作之故啊，所以迷失了本性，由外在这些东西的欲望盖上去了，把我们的本性光明淹没了，所以不见了。所以在中下说，知为清其身，反令戒得持，又太清净了，就在你面门放光的自己不见吗？这反而见不到了。就像我当班子已经开镜了，看不见了。实在是我们时时刻刻的住在佛心的妙用当中，而自己不知道。有很多人学佛法是求神通，他不知道我们时时在神通。什么神通啊？我们穿衣吃饭就是神通啊。他说不对不对，穿衣吃饭是什么神通啊？各个人都能穿衣，各个人都吃饭，怎么这是神通呢？因为各个人都能是大神用，因为这是佛性的妙用啊。你一口气不来，你能穿衣吗？你能吃饭吗？这能穿衣的是谁？吃饭的是谁？这不是佛性的妙用吗？就是可惜我们心有所住而不通，停留在某种事情上，停留在某种念头上，停留在某个思想上，他不肯放下来，所以虽有神用而不通，就是住相之故。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不住相，晓得一切相都是我们的心所显现的变现的影子，而不住着，我是利用它，而不为它所用，那就是悟大道。所以祖师们说，住在烦恼边，物使人无所。你自己住在烦恼边，烦恼里都是饭啊，你曾经吃饭那个吃好了，他不知道吃啊，就在神自己神通庙当中，他不知道，还宁求神通，他以为那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那才真正神通。现在这个不算神通，其实都是神通妙用，也都是我们佛性的妙用。佛性是无所不能，所以叫神。但是现在你有所著作，所以不通，所以把我们著作之性拿掉就好了。我们念佛也就是这个道理，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心里住的东西拿掉一点，你不要执着了，追求了，都是假的，空花水月，空中的花没有，眼睛有意的人看出来空中有花，水的月亮影子你捞得着吗？捞不着，是吧？所以你不要去捞。但是泄气身故，也是放不下来，所以佛就教我们一个法门，念佛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用佛来转换我们的妄性，把这个执着的泄气转光，叫你不要去念着，不要去追求，是吧？那么你八十心田种子清净了，所以你就能转世成智了。这一念淡处跟回光一照，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哦。说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一肯肯定，哦，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不再疑惑，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禅宗正是用这个道理，叫你参话头。念佛是谁？念佛是哪一个？你说念佛是我，你喊什么是我？身体是我吗？
身体显然不是，为什么一口气不来，他不能动了，他不能念了，现在念那是谁？这就不是这个身体。你说是思想吗？思想也不是你，因为思想是没有那个皮色胡说，心本无生，应尽有，心就是思想，思想本来没有生命，没有，因为外面的境界反应才有的影子，是六尘若系的影子叫做思想。那外尘是你吗？就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是你自己吗？那么显然不是，所以心也不是你，身也不是你，什么是你？是在这个上面起个大疑问，一个大问号，就把你所有的妄想隔断了。所以大摩祖师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墙壁是隔断内外了，就内不能出，外不能入，你真正不动了，那么好消息要到来了，就一个实际因缘道理是一触就发，就把你打开来。禅宗用的很妙的方法，本来是自己指示，禅宗所有的大的古来大的内教禅化的，宋朝以后才开始禅化的，就人心渐渐不好了，自己指示你，你以为是没什么玄妙，他以为哦开悟见性嘛，那么就应该发神通了，所以大家都是以神通来衡量你这个人是不是开悟，你开悟了一定是一种技法，假如你没有神通来证明你没开悟，他不知道开悟和发神通是两码事，就等于入定和开悟也是两码事一样，你定功很好入定，到三禅定四禅定不开悟还多得很，是吧？住了定境里面，二禅息三禅漏，四禅是清净啊，你住了这个漏里，住了清净里，你不开悟还是有的事啊。你发神通了就是开悟了吗？外道都有神通，外道都开悟了吗？就算罗汉吧，罗汉有神通吗？罗汉是不是开悟了见性了？没有，因为罗汉还有法执未除，这断了人我执法我执未除不算见性，所以不相干，所以发神通和开悟又是两码事。从前古人根基深厚，有的就是先通后悟，先发神通然后再开悟，这什么缘故？叫报通，就是前世修的根基，这是得报偿了，有报酬了，叫你先开发神通。那开发神通没开悟，你做的神通要成魔都虽然不好啊，所以不是好事。所以我们常常举例子，就是举的很近代的事情，不是古代的事情，就是张献忠造反的时候，那一个破山祖师在四川双桂堂开堂说法，他参禅的时候是在浙江宁波天童寺跟他的师父密悟禅师参禅，他还没开悟啊，现出一圣身。一圣身是佛教的名字，在道教就是阳身。一圣身就是第七识一根，第七识是第六识的根子，叫一根。这个第七识出来了，生的身子叫一圣身。这个是影像和失神，不是我们本来人，也不是佛性，正如妙体。但是道教认为是这是本来人，所以道教不究竟。所以这个一生生在《楞严经》里说的很清爽，第一种一生生
就是我们六根清净了，就我们打坐做功夫，不是一定要开悟，就是你生了禅定，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不动了，这个的确是它就自由了，就出来了。因为的确是这个传达时收接收外面又是的影子消息，他把接收之后往第八识的藏，说第八识是个仓库，的确是个传达时，你前面六识都不动了，没有消息传给他，就没东西压住他，他就自然的出来了。所以第一种一生生就叫三昧乐，真受一生生，受了三昧，哎，快乐无比。有三禅定是乐，快乐得很。这种乐，不是世间所谓的快乐和相比翼的。哎，所以禅宗有句话叫“好个疯牛化不成”，这是无法形容的，无法描绘的啊。所以他这个时候都不动摇的时候，第一气实就自然出来了。功夫更进步，到五帝以上，五帝是南圣帝，这一关很难过，参禅开悟的人才等初地菩萨，要上上圣境，二帝三帝四帝五帝，这五帝很难跨，南圣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习气很深啊，开悟了并不是习气都光啊，这个第八识种子还很多，所以有见惑思惑的不同。见惑就是自见，自见不正，这容易出啊。见惑是这五个身边邪取见啊，这个五个容易出。第一个是身见，知道我这个身体是我，身体是我吗？我要享受，要享受就要去弄钱呢、啊、弄钱弄不到就做奸犯科啊，就做坏事了啊，不择手段了，骗了诈了偷了抢了都来了，所以社会就不安宁，这个身见比不好啊。身边边界就死后有还是没有，这两边一方说有死后还有，一方说没有，做两面倒啊。这边界邪见就是不无因果，是没有因果，坏事尽管做好了，杀人放火尽管来，没有因果的，没有什么地狱的啊。这邪见取就是见取见，就是不正当的意见他当作正当啊，所以一个不正当的自见穿到世上来害很多人，他以为是很好，不正当自见认为很好，认为成正当，叫见取见。第五个就是见习见鸡见牛见，这次持这种见可以出三道，能够做到吗？所以有些气生吞叹是这个见，哎呀，还有拒食啊，不要吃饭，所以可以涅槃，能得涅槃吗？所以习见，所以这都是自见不正，这容易出，这个叫见修断烦恼，自见正就可以断掉。这下面的事情难传，叫做修疏断烦恼，就是有四处烦恼，这要我们开悟之后好好的来除了啊。第一个是舍见，我们第一个是让欲见，欲见爱住烦恼，欲见上的人淫欲性很重，其他的色相都爱好，就生死缺马之好无所不用啊。有爱就有住，有住就烦恼，有烦恼就是找果报，
是要把这个是遇见爱住烦恼除掉，第二个要除色见爱住烦恼，色见超过我们遇见，我们遇见也六欲天也六尘，超上去的四禅定四尘，尘见的一切不相，比我们遇见精妙微细更好看，更使人流连往返，而且世界有我们修法的定的功夫，是二禅喜三禅那四禅清净嘛，舍了清净地嘛，所以这个很容易人念着里面住在里面不出来，所以你住在里面就算哭就是个陷阱把你陷住了，所以要把头打掉消掉。那么第三就是无色界爱住烦恼，无色界说起来是没色相了，但是不是完全没色相，还是有，就静微了，进于灵犀界，我们眼睛不是见不到，所以还是有，所以要把这个三界的爱住烦恼都消光，这就是一念无明，还有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我们有生以来有福性时候就有无明，就是不是福性和无明分两起生的，先有福性再后有无明，就有福性是就有无明，就是俱生无明一块来的，是俱生无明，这个无明叫做无明住地，是要等我们把前面的除光才能够除这个无明住地，无明住地就是法我，前面是人我，人我的除了法我的再除，所以做功夫很深，不是一下子能了，所以禅宗开悟接近之后不是就有了生死，因禅宗开悟之不能马上了生死，所以还有生死而去，信徒中往往就诽谤禅宗，说禅宗不好，开悟了进行了也不能了生死，还是我信徒中好，一到西方一切解决，你这个禅宗举了很多例子什么无周街啊曹汤清啊，他无周街是大禅师，再来时投了个苏东坡，苏东坡他能够开悟见性吗？他没有啊，是吧？那么曹汤清的阎罗直，阎罗直他能见成功吗？也不行，所以说禅宗不好还是净土宗好，其实各种有各种立场，不要彼此诽谤，你不懂禅宗立场不要说，有禅宗立场是这要发大愿，这一生不悟来生再继下去修，因为有大愿维持的缘故，人生不死善根不断，能够继下去修，尤其是打开来真正记到本性里，纵然一下子分断生死不了，他自多就切次升天，切次下地，就切返人间，这样子分断生死也了了，这最最差的人，好一点的三次升天三次下降就完了，再好的一次就行了所以这个开悟见性之后的功夫啊，要看个人做，不是固定的，不是说我参禅开悟见性的马上生死了了，了不了，因为这个邪气深重的缘故，所以说禅宗要破三关，不是一下子，就是开悟见性时叫破初关，见到本来面目了，破初关，破初关，这不转见惑似乎是没有了，就等于我们要到这个大堂来到这个禅堂来，人还没真正走进来，
头伸进来看了一看，看见呢这个佛堂情形知道了，但灯还没真灯，若住没进来，所以要除些气，把这个所执着的爱住烦恼除掉，才是叫做登堂入室，就入了法身正位，这叫破重关。怎么样景象呢？就是破道，一切顺境，你没有一点喜爱之心，你看出假象吗？啊，一切逆境，没有一点烦恼之意，因为都是银子吗？不可得的吗？有什么烦恼呢？所以他就心真空静了，一点不动了，没有丝毫的驻足。假如有点驻足，有点执着，哦，这么境界来了要动了，那就不算。所以到这里，你就自然的发起神通来。所以，那法相中说，发起初心欢喜地，俱胜由自现禅眉，圆心地后生无漏。圆心地就是第七地，到七地之后就第八地，才到无漏位，才到无为位。发起初心欢喜地，就是开发本来面目，打开了见到了，见到本来面目，开悟之后，你还有俱胜的无执法执困住你，缠住你，不让你过生哦。所以这个种子还在哦，这个种子还在，欲缘就起现行，所以还有执着，起现行的动作造业了，所以还不行。所以一定要念经念心，在境界上磨练，把你执着的习气念光，你才能够了分断生死，你才能够发挥神通。所以那个时候，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身中说明通，就一时俱发。这个密宗大日经说得很清楚，大日经是密宗的一个重要经典、根本经典。他说菩萨住持勤苦修习，不久无同其法。住在什么地方？就是住在开悟的地方，见到本性的地方，你就在用功，在世上锻炼，把几种爱住烦恼除掉，你就登堂入室，你就能够无同其法了。所以神通不可求，不是修来的，求也求不来。你假如求得来的，那是假的附体的。现在很多人都说有神通，其实都是假的。为什么？有真神通是要心清净了，一点不住相了，才能发起神通。你现在还在这别人面前炫耀你自己卖弄神通，你不真正住相吗？你要这住相，怎么会发得起神通啊？那个神通肯定是附体的。所以现在大陆测穿的好几个都是假的，都是附体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上当，听人说有什么神通什么神通，所以能在人面前现神通的人都不是真实的。因为他真正发神通，他心空净了啊，他不为名闻，不为利养啊，他不要炫耀自己啊，他炫耀自己干嘛？所以说真人不露相，你这个露相的不是真人，所以不要上当。很多人呢，因为要求神通，所以上了神通的当，是他的骗啊。我们看台湾也发激发了很多人，什么宋庆龄啊、杨大师啊啊，都是说大神通、大神通和吃穿的都是假的啊。大陆也是的，
好多新神通的，有外国五个专家，不是一个国家，美国、英国啊、其他的意大利还是的国家合起来，五位专家到中国去专访，说你们这里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我们呢要实际测验一下啊，来，是先到北京，第二站就到西安，第三站就到上海，请你们的谢成东人来啊，我们当场测验。测验的结果只有一个验出来了，是谁啊？他是假的。什么假的？他把他的这个虎材啊，这断了一盒，一盒整的，他说这断的你给我接起来，整的给你给我折断，我封好烤好头帐盖好，你拿去，我不看着你，你拿去好，你我盖好头帐了，你吃开封我就看进去，就晓得就知道了。所以他拿了去了，只有一个是整的折断，但是吃过封了，说是假的，其他都不能动啊，折断的进不起来啊，整的折不断，就是北京、西安、上海都是一道，好，吃穿你们西洋人都是假的，所以他临走时做个报告，你们那个中国的什么特异神通功能都是假的，经不起当场的试验的啊，所以不要上那个当，所以我们修护法还是真正的心地上用功啊，这才是这个净土宗师说，就是四性是福，四性作福，不是身体作福，不要在身体上用功，在心上用功，那才好啊。讲到密宗，密宗更是五花八门啊。这个密宗现在呢，有东密，有藏密啊。中国本来有唐密，唐密现在就是没有了，因为我们中国的皇帝怕密宗人搞神通，把这皇帝位置搞掉，所以他取消密宗。不许密宗流行，不许流到我们传播，所以到慧果禅师时候就把我们唐密密宗啊传给日本的这个空海弘法大师，他就在日本高野山建立密宗道场，一直到现在还是算兴盛，因为日本天皇弘扬密宗，因为日本天皇曾经召集诸三长老开个五洲大会，什么叫五洲大会啊？就大家称心结谈，不要有所隐藏啊，就各种谈各种怎么样的好，怎么优秀，我看哪一种好，我皇帝啊也要修佛法的，所以诸三长老各说各的好，各说各的长处，最后到了空海大师说，他说你们诸宗都好，没有一种不好，但是你敢灭法，你们都没有，你们都不存在，是啊，哪一种你敢灭咒啊？我就像现在净土宗，你敢灭咒吗？离不开，他要念大悲咒，他要念楞严咒，他要念十小咒，还要念往生咒，是吧？是其他的宗都念咒，这禅宗人说我禅宗不念咒吧，禅宗是自力参禅，不用他念，别的法由他念。其实海顿大师说禅宗历代祖师都秘密持咒的，没有一个大祖师不持咒，为什么缘故？因为禅到后来八十种子翻腾起来了，八十种子被那般若佛熏了，翻起来，翻起来之后你很难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睡也不是，走也不是，啊，难过的不得了，怎么办？只有借密咒的力量，用佛菩萨加持力量，把这个种子消掉，所有人都秘密持咒啊，这话正确吗？
非常正确。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虚云老师虚云老和尚，他的坐的龛子上就是六十大明咒，他打坐的龛就写了六十大明咒，他也是咒啊。就是同年上了大慧高祖师曾经用过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心灭法这个一个咒的转语，做转语的，心中心灭法一个咒子，嗡嘛呢达尼哄盘吐，这是随行陀罗尼，这个咒力量很大，消灾去障，能够长寿，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是这样的咒，他用这个咒作为做转语的，所以看起来历代祖师施赞命的施咒，是离不开密咒。所以日本天皇哦，既然如此，我修密码了，所以他的密宗一直延长到现在，还是不衰。现在我们中国人要修密码，要修也得去到日本去动密，有人们就到西藏去学藏密。其实我们要修密码，我们中国有。因为有唐朝就有密法嘛，就是后来就不传了，断了是吧？现在我们传的这个心中心法就是唐朝的密法，但是呢不是有哪个祖师在记录传，所以有人问你们现在修的这个心中心法是不是由西藏洛那活佛传的？洛那活佛是到中国来，在上海传过这个心中心法，不过他传一个人没传第二个人，他说这是无相灭，不好修，一般人不能修，所以他传的很少。所以现在日本和西藏这个法友他们都不轻传，不轻轻易的传，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以为是现在我们修心中心法是自个儿创造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是古法，唐朝就有这个大藏经里有这个法本，所以根据这个法本就叫佛性经，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就叫一通呢，就是和大随求菩萨的密咒相通，所以这个法是一切佛心中心陀罗尼这个诸佛共同的一个密咒，所以价值力很强。这是我们师公大愚法师在庐山东林寺修苦行，修不遮三昧。净土中有两种三昧，一种就是念佛三昧，就大家抬起腿的打坐用功念佛，生了三昧，生了禅定。一种就是不遮三昧，就在这个房间里走，天道外的走，兜圈子进行，不坐不睡，这个三昧正道叫念佛三昧，佛就在你面前念着，但是很难修，有人的色体吃不消，是吧？我们是公司发的大愿，说我既然修出家修行，我要修难行之行，我有一口气在，我要把这个法修到底，出师方修，所以他就艰苦的忍着一身痛苦，腿走走走不动了，好，那就在地下爬行，爬的手肿了，爬不动了，再这样滚，就是这样的心的石头，感得普贤菩萨现身传了这个心中心法。因为普贤菩萨在《法华经》里和释迦牟尼发愿，将来有人能入三昧，我一定是其拜相，去他面前为他摸经受记。所以普贤菩萨当我们施工入定的时候，他就现身给他摸经受记，他用不着像你这样吃苦，那种一个法可以接佛菩萨加持之力，很容易成功见性啊！你不妨修这个法，好好的修，修好之后广传大众，可以补救禅宗
京都的部族，他预见到我们大陆些残的残胡子啊，对于参话都起不起意见。你不是谁，他起不起这个谁字啊？谁念的佛呢？在这个上提问题，起意见。他在念这个话的，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念有词，念这个四个字，起不起意见？你起不起意见，念还不如念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价值之念，你念念佛是谁？这全靠你自力修行了，没有佛菩萨加持的呀。所以念念佛是谁，还不如念阿弥陀佛。实际上大陆你这个禅宗的传人很可怜的，他不是师父悟道传给徒弟，而是用法卷传法。这个事情啊，在太虚大师时已经说出来了，不到现在。太虚大师说，现在禅宗都是法卷传法。什么叫法卷呢？就是像画图画的画卷，长条是吧？画卷，它前面四个大字，就真法眼藏，是吧？这个恰是真的悟道了，释迦佛说我们正法眼藏，一片涅槃妙心，赋予末后假释，是吧？所以正法眼藏，或者就是第一代祖师谁，第二代祖师，第三代是谁啊？是临济宗，现在第四十五代是谁？我先传给你了，你叫藏山，我就给你四十六代藏山，把这法卷交给你。